两百啦。够有人要来无？两地啦，两地啦，三地啦，三百一道啦，四地要来啦，即五地要来，我招一个两百，够有人要来？没印象。好了，够有人要来无？两地、三地、四地，我招一个。你地里面买偌济？我招一个啊，即五包拢去两百块，三百一道即五地两百块，有人要来无？三百一道五地两百块，够有人要来头前。哎呦，我刚才帮你看影片，你看我。来了，来够人要来无？一地要来，两地要来啦，三地要来啦，这四地要来，两百块啦，这五地要去啦，两百块了，来。够人要来无？一人两啦，三。无意向你哦。同款，这五地要来两百。三百一到两百块，刚够人要来两百块，两百块刚够人要。两百三百一到两百块，三百一到两百块够人要来无？阿姨你没有？阿姨啊，你嘞？我叫低消呢，徛在一百块呢。嘿嘿嘿嘿。看，你无看物件，徛一百块。哎，无钱哦，我就害啊！你。我讲我啊，该。我钱啊，你。好，我蛋姐，蛋姐，蛋姐。你够凶的。应该是一份啊。哎呀，这存三块，你要花纸条啦，存这三块有人买来无啦？一百块，一百块，可以帮我拉回去。一百块了，飞机条多，飞机都去拆了。一百块有人买来无？来，一份还是两份吗？刚刚我去拿章鱼脚了 ，OK OK。你是你应该不是再买一份吧？你有去后面跟阿伟拿？来啊！来啊！够人买来无啦？一块两块啊，这三块去啦，一百啦。无甲无卖恁较贵啊，拢同款啦。一块两块啊，这三块来啦，一百啦。够人买来无？一百块啦。没有猪用菜。哎，这差差得啊，这袂分啊，来，只能嘛三个，一百啦，来头前，我这个是啥？只能三啦，一百块啦，会啊，你唔是不是？你是啥？我是无闲的，我今天好时间才来得去啊。只能两啦，三块啦，一百块啦，够人买无？无较早等下煮袂好啊，遐囡仔食。够人买无？只能三啦，一百啦。我等下看伊坐伊。花枝条一百块，够人买无？哎，买一次而已。你就先甲你花啊。三只对啊，我记得软丝他多买。够人买无？一块两块，这三块我去啦，一百块可以飞机条。就是红木莲啊，红色鱼那个。够人买无？要春节了，剩三个啦。只能三啦，一百啦。这种啊。一百块够人买无？一百块够人买？一百块够人买？一百块够人买？哎，春节了啦，春节拢有去啊，特价节，特价节，春节六块啊，春节六块啊，两百了。蛋姐帮你看，你唔免惊。同款，同款啊，你就是这个同款，就是安尼。这个讲话。你讲啊。你唔着该讲，你要爱坐。买几份嘛，干那花特价的，好啊。出事你要来讲。买一份嘞，我发你个。哎。有人帮我看，要你要结婚对啊，哎，来来，我去啊，我去啊，回去虽然打针用水好食啦，一杯落后袂好济，一杯落后两到抬到一杯袂一百啦，我问一下啦，一杯袂一百啦，来来来，奖两杯，奖两杯好来，来大细杯，大细杯分分啊，你莫计较哦，奖两杯好来开两百，这三杯好来两百块啦，我再跟阿姨讲，阿姨，安尼啦，安尼，两个杯好来，两个杯好来了，两个杯好来开五百啦。冰有理，开四百了，开三百了，对啊，三百块了。这在二十，了了二了。一人三百，一人才几百了？二、四、六，一人六百块来，三百块够人买。我是三百块啊，安那安那。我是三百块。你敢不记？六百七百，你敢不记？七百。你几？七百了，三百了了。我几？这几？这几？我好有耶。这三款有几啦？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我也好干的。我跟大家跟你讲，来，我们过年了，不是？该等了。三百块了，还得有龙江的，有啦。哦，我再多，你未必懂。要乌的啦，要乌的啦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样子算了。啊，花贵啊，花贵啊。漂亮了，一亿坚持，一亿坚持买两份，一杯三百，两杯三百了，三杯又来三百块了，四杯五杯又来三百块，这五杯又来了。对啊，还要给他特写那个啊。哦，那七百要来三百块，三百块。太愚了，这个还没结。好了好了，七百哟。无啦，无白，唔是啊，冇白啊，冇白，都无白无白。两百啦，三百要来，七百五百啦。
六百至七百来，搁借一个三百。借呀！这是过百。是啊。三百块的我鱼，搁有人要来无？七百三百块，搁有人要来无？七至三百块还有人要吗？我鱼七至三百块，搁有人要来无？哎，这还袂抬呢。不会哦，当然啦。是啊，爱自杀啦。阮这尾鱼啊，拢爱自杀。你买，你阮这咧花鱼啊，就是拢爱自杀。我讲三百块，敢搁有人要来？七百五鱼三百块，搁有人要吃的无？七只三百块，还有人要吗？五仔鱼。真俗啊！穿价咧，啊我嘛，足穿的咧，三百块敢有人要来？哦，还要吃啥？阿姨，你连讲话唔敢来。这哦。哎呀，安怎画？我看你安怎画。你刚刚介绍，用嘴画，用嘴画。哎呀，用嘴画。穿甲呢？来来来，一支就好卖八十，两支卖百五，这三支哦，你四支哦，你开三百，你还有两百块就对了。四支两，五支两百。两百。哦，来，安尼好，我要来转啊。你要转啊？啊，买袂啊？啊，无啦，我好多只要买这个。够有人买来无？哦，我已经开过两千二啊。两支啊，两支啊，四支哦来了，我借一个五支就去啦。两百块，够有人买来无？来一边，够有人买来无？有，搁一个，搁一个。无啊，无啊，剩只尔，剩只尔。一啦，两啦，三支啦，两支、三支啦，四支啦，这五支要去啦，两百块啦。一两啦，三支啦，四支啦，五支要来啦，两百块。留伊两百块。再给你抬好啊！这该抬好啊！这该抬好啊！这免抬啊！这免抬啊！这免抬啊！哦，我知影，这免抬啊！这免抬啊！两百块，够人买？两百块，两百块。弟弟，等下要加着哦。等下被咬到哦，真的哦，不要骗你哦。两百块还有人要吗？哎，一包秘密啊！一包秘密啊！吸了包。哎，吸了包秘密啊！吸了包。哦，他们大方一点，卖出来。这四那包一百块了啊！一百。七位三百块。两个就对啊。无啦，无啦，那个是一个阿妈。无啦，一个阿妈她自己。自己记忆力不好。录像买来一百块。一百块。一直一直正讲，一直明白的分享好久。而且他已经走了才又回来。然后看直播的人回去回放啊，他就买一份。一百块，一百块。这礼拜有，但是是礼拜六去哦，因为我们礼拜日开始休息，然后礼拜六会加开斋，有没有？好，一样在一样的位置。一百块有人要。礼拜六会在斗六的西市场。一百。还寂寞呢？对啊，还是那个。就是那个。一百。他就是记忆力很差。这又等于你要什么？这里。台中明天五六日台中都有。百块，阿姨你要不？阿拉看。礼拜五坛子跟。哎呀，睡着咱买袂起。一百块。礼拜六。100块。我买太平。你可以到 YouTube 搜寻我们的频道“吃乌肥肥”，里面就有我们详细的叫卖行程，好在那个说明栏那边。台北没有。李丽来，今天给你拍，今天给你拍，今天你拍拍进去。哎呦，吃鸡巴啦！阿妹，对啊，透透透吗？吃鸡巴，耶！对啊，八两百。云林路，云林路二段六六十六号。八十，两百块了啊！这三姐，三号，八号给我们给上两台，两百块了啊！哎呀，我老在，我就记得他是偷偷买的。你啊，你啊是。来，没用，十二两百个人没有，你二两鸡腿排，一段了，一段六十六号，完全没有骨头，一段，我你个别停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这个鸡两块，哈，赚的，无，啊，帅油啊，帅油，大地，大地，也拢大地，有啦，有赚啦，少少赚，少量，对不对？来，冲量，薄利多销了，薄利多销。等我一下，这个先卖好不好？你要赶吗？哎，我要赶。你赶到去哪里？去警察局吧。去警察局。哦，你要警察局，我警察局。来，来，一斤两百。
好啦，两支两百啦，三支两百啦，四支两百啦，这台好啊，五支就两百块。这个有人要来无？我问一下啊，这台好的留意啊，台好的留意啊，我问一下啦。一支两百，两支两百，三支要来，四支要来，两百块啦。五支要去啦，两百块，有人要来无？第二市场。留意两百块，有人要来无？门口的对面。留意两百块，还有人要吗？没有，原点。鳕鱼嘛，对不？想要讲，想要鳕鱼，大地大地啦，这一地偌重，一地一斤重啦，一地一斤重啦，大地就对啦，一斤多少卖偌济？三百九啦，这地摕着摕三百九，这两地，股票腾过，这两地好来啦，开六百五啊五，我借一个五百块就对啊，五百块。来啊，安尼啦，我借较紧的，我借较紧的，这三地给你五百啦，这四地好来五百块啦，我借一个啊。同款啦，同款，这地我送啦，五百块就好啦。这好无？好无？喂喂，真的真的，你袂后悔？这地我要搁送哦。这六地我来五百块啦，够人买来无？五百块啦，鳕鱼五百块啦。谁在问的？谁在问的？没有，大爷没有。谁在问的啦？算鱼五百块啦。鳕鱼，六地五百块啦。大比大大比目鱼的鳕鱼。这算鱼才几十块啊，尔无人敢吃哦。这好无？哈？七片。六地都咧惨嘛，不要骗啦！五百块人买来，无我问一下啦，五百块啦。帅气五百块，袂晓吃，一地两地要来啦，我借一地啦，三地啦，四地要来啦，五百块啦，够人买来无？这五地要来五百块啦，这六地要来五百块啦。鳕鱼五百块够人买来无？帅气五百，帅气五百块够人买来？无啊吼，无人买来啊吼。这不要买，就是咧讲这，你知道？阿妹，不要买，就是咧讲这个嘛。不要买，就是咧讲这个。